今日来给大家打三个有提手本的字，同一个呢就是个离字，离怎样做来写？离开就无质量好事，无变离。这个离字呢就是个提手本的怒字个字，如咱所以讲是人会听到一句离美，哎离美有字，这个字呢甲这个同音同唔同的字，唔同的字。离美个离呢是西字顶下卡个硬字，这是顺便打者。这动字的字呢，哎，哪个呢？就是该提手本的位置，这个字是“锐”字，锐石只遐，啊，只要该锐变，要怎该锐做立抓阄，啊，就是这个提手本的位置。就是哎，哪个动三个提手本的字呢？就是哪个“石”字，是生活当为咱六零石角，这个“石”字就是提手本的舒适的“石”。就这个动作，到生活当咱听到好多表述，有哪当割出去，有哪当石出去，有哪当锁出去。非常多种表述，你是怎样打的呢？欢迎你到评论区留下来，给大家分享。